不是郑伟的得势吗？刘正伟有一份巨额保险，只要答应赔偿金就是你的。由于你跟程玉琪的关系不适合跟进这案件，在没有调查员见证的情况下，取得的证物不符合程玉也不能呈上法庭。现在证物就摆在你面前，我相信你的决定。今天晚上9点8频道，《警徽天职2》是由新加坡警察部队与以下商家精彩带给你。